哥这是准备自己给自己洗个澡来，这是，你看上水池子里的。钱就啥也不知道，天天的。就是他们在那玩水呢，然后这哥在旁边一直看着，也不回屋了。那么多水是吧，弟？回屋吧。溜达出来了，他自己溜，他自己溜达出来的呀。他自己出来了。呀。自己溜达出来了，胆儿大了啊，厉害了。哎，回来我别往里钻啊。他们把离柜当成猫窝了，老是要进离柜里头。老父亲说找块板子给他们做个猫窝，等着啊，现在给你做猫窝去，不要再挠我离柜了，那是离柜放东西的，不是猫窝。啊啊啊！我给你做猫窝去，做猫窝啊，做一个。孩子们找到了一个知了，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知了。没事，这两年市里的知了也是越来越少了。他不吃。第二，这个叫知了。找我不看。找姐姐，放到树上就行了，树上有那个，它就可以吃树上的汁，然后就可以活着了，对吧？你怎么也跑出来了？别让它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好了，那拜拜吧。会。外边有好多蚊子的。外面的世界真好看，树在地。坏了，好漂亮。是呀、啊、咋了？别往里钻啊，往里钻。对，钻就得让你洗澡。还不大愿意。然后你接受我。哎呀，就想放你出来了。你们带着他在院子里玩了，不让他往那棚里钻，我去做饭了啊。行。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自己出来玩了。你想去屋子吗？嗯。没事，怕他吃，把他吃回来。
回去吧啊。完了，又给我婆婆锅也给糊了，刷了半天了，剩这一块死活是抠不下来的，泡会儿吧。姑姑啊，你怎么不跟你舅舅出去玩呀？我就地儿哥多路，然后胆子比较大，然后我看赵赵也好一点了，然后剩下的不是胆小就是懒，像这样的。这样滚儿滚儿，天天在衣柜里头瞅着。请问什么地方能长出小猫咪？衣柜呀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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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